就来俗语讲了好。即卖社会吼，大家吼拢真认真甲拍拼咧食头路啦，啊，所以吼真侪人吼产生一寡吼即寡文明社会压力啦，啊，像啥物啊，生囝啦，吼，哦，即落代志吼嘛是一种真大压力呢，啊，一间吼，一间吼，偏诊所吼，佮是解决吼即类问题上上出名的诊所啦，啊，即间诊所呢会发生啥物代志吼？我嘛唔知，啊，咱吼继续吼来个看落去。我现在是平诊所，唔是平诊所。平诊所啦，哎呀，好啦，等。哎呦，拜托一下，嗯，阿哥吼，甲阮某吼，即马拢无好消息。阿哥，阮某个就要教我离言呐，哇，一直逼我咧。来，你看吼。天吼，逼你吼。就甜的啦，嗯、你知影嘛？对不对？我几岁啊？你咪提这这啦，这啦，你看麦啦，这吼是我进前吃的药啊啦。你帮我看麦啊，你医生看麦这药啊，啥啦拢无效，无够烂啦。好，等你啦。哇，是直接吃迄个高血压的？直接吃低血压的？不是，你是捌一挂医生啊？李医生？哦，李医生。这个吃血糖的，红的就敢吃血糖的嘛。等，你用骗个怎样？你挂医生呢？哦，你医生。哦，这个未吃的啦。这个未吃啊？这个吃未生，那你嘛？啊哦。莫怪，莫吃医生啊！你也搞救嘛？啊，你找我就对啦。我这个我就专门的，那你的，你也了解，你也了解我姓啥？你姓彭。哦，你姓彭。来我家，等起了保险，你莫不多一缸一缸彭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哇，真好，吃这拢在收起来，这炖掉，啊，这拢炖掉啊吼，这一杯就透冻，一杯就透冻啊，真正，哦，这熟悉啊，谢谢啦，哦，我唔知真有好，啊，有好，我唔免去看这间病院啊，啊，未向看医生，一杯落去，我整理精气神拢冻顺，不是，哎，不，你是。好，你点吼，你点，你点，你感觉精气神拢好起来，有无？有嘞，有吼，有去搭钱。哎，来，这边请吼，来，请起来。有没有？哎，对。规精神拢好起来，你裤单咪是等于换裤就好。来，这边请哈，来水小花，来，好，来叫这边请。平叔啊，哦，你合作歹怪啦，你人客哦，我这病患遐济，我靠，拄好有先给你抽血啊，哦，有啦，等足久诶，先啦，点无钱哦，我这阮某啦，莎莎啦，系啊，啊，阮结婚过来当啊啦，啊，我嘛是最认真拍拼，要想要生囡仔，啊，拢无消息啦，去过来跟病院嘛是拢。无啥物好过诶，希望你帮阮看一下，吓啊！阮水某诶，看嘛是对有镜头，还是安怎？了解，你来找我，就算你行啊来，多行啊，你内行即个对啊，吼！我先生，我先碰，碰，嘿碰，我一看一撮了，保证等于恁某巴肚一直碰。哦，即个看你个准，无得个问题就出得伊啊，啊，有可能出得你啊，你啊这。真的吗？我吗？我吗？啊，你某是 A 狗诶。啊！无伊个袋鼠，你知要讲啥？我安排。你无揣起迄个耳鼻喉科管你揣来，啊！你叫只骗医师会啦。骗医师。对啦，无啦，会讲话。哎，脑神会先来。脑，可能是细汉去感冒，啊，无医好就变啊咧。我是平时细汉感冒买衣服阿杰啦。哎，无讲啊喂。我知影啦，就细汉感冒要注意，这有可能问题是出在遮你。你没啦，我健康的呢，跟甲健康无关的，而且红阿某问题，有时阵哦，不是讲甲阿某的问题，有时是红。哎，你接着，我听。无啦，我唔是用嘴咧，你迄个，你牛外脑毛精啊，从啊。我医生啊，医生。哦，你医生。嘿，医生。这是林晨曦的检验报告。哎，巴肚怪怪嘿。安怎？什么情形？你爱头是安怎啦？
啊，鸡鸡，鸡鸡硬硬的，爸爸，鸡鸡有问题。真，你是在烦恼啥物？无啦，你有啥物问题？你经过我的透洞嘛？啊，等于你的名叫，你的名叫做莎莎，加减莎，好唔好？加减莎，来。啊，是有药通好食哦，还是怎？什么药啊？这种食都阿妈用食，得个胃脆脆，经过脑，就是到胃道的消化了，再经过这啊，这个血来，这再加上血管，佮行去佮遐血化去啊。他们什么样治疗？用抹的哦。你得看到位啊，用抹。用抹，迄是一时的刺激，尔，迄无效。啊不。我即马甲你一杯就好。好，你等你好，来来。一杯，一杯，哎，一杯先咯。啊，你卖紧张，卖紧张啊！好，你去看家，来看家。没，你好。哎，这个我先把它。精气神归拢好起，有无？明白。有无？有无啦？无，你要破无啦？哦，有哦。你讲啊，我咧破啦。无，你爱先讲起。这个物件一定个病人，你无地觉情形下来才有效哦。你了解吼？有搞好无？哦，我开始我精神本来堵堵安尼，啊，即马规精神拢醒起来啊。你莫下搞会哦。好啊，我要讲话。哦，要讲话。啊，来，皮老师，等你好消息。来，处理者，处理者。好，奥吉威。来呀，我来啦。好辛苦哦，来，加加姐。好，加姐。你是阮无代志哦，我了解，我两个讲破纸，我无代志啦。无啦，破好就好。大家回去。门口嘛有抽血，那也无代志，一定有代志啦。有啦，嘿，报告。报告弄出来。哦，好。那即摆单报告。你是要吐啊？不，你看一看刘姨就想要吐。这镜头严重，这镜头严重。这是啊，看到你想要吐。不是啦，我结婚足久啊，啊，拢一直无好消息。你看刘姨。去年嘛。哎呀，是你啊！拢未就无好消息咧，行李拢拖来啊，行李拢拖来啊，行李拖来是要意思是变啊？要包一个囡仔东西，我都要包生啊！你哦，不是啊，用嘛无，我若是无好消息的话，爱就要离家出走。嘿，对，就要离家出走。咁一定安尼，对啊，就无啊，啥物拢无。啥物拢无？是这有惊咩？无惊天数定，这个物件。对不对？不是讲你啊，你无你就要离家出家，你放去边喏。但是我听有听讲，你来找你就会碰起来。哎呦，内行，我先碰，我先碰。嗯，我哎，这位太太，嘿，你的名叫做吉吉。嘿，就好个呀。你叫吉吉，我想要做爸爸，我两个都是爸爸吉吉。真好嘛？未使颠倒。你是你也惯了啦。我。你看到自己就看我看到自我就惊。来，好来。奇怪嘞，说开，禁开，禁五分钟你就过啊。我可能这世人拢过啊。阿伯，阿伯阿爸母。头壳空空吼，你唔爱听，我爱听，我那为什么我唔爱听？这红阿婆问题，红阿婆做处理嘛？哦，对吼。奇怪，恁两个看起来拢足健康个，也无什么代志，应该是足好势才对啊！你奇怪嘞，你来报告看嘛。这是报告。是安怎？哦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安怎啦？是安怎？好，大龙猪猪，大龙猪猪，大龙猪猪。哎，阿你讲嘛无唔对啊，是咱哩猪猪。这是学名，这是阮报告，系咪？你这个镜头吼，有较麻烦，小看啦。我是感觉讲啦，药啊量用较重，小看。我袂嘴大，袂脑。我袂嘴大，甲嘴大无关的。这一切拢是为着恁阿公某将来好。对，好。来。啊，当然这个，这是唔好，唔是啊。即系练手啦，吼，因为即有当只亲人嘅即作用吼，也无啥同款，吼，吼，啊你迄落即照下者，没错，没错，你搞叫啊，我也在帮大家手下，我看前面啦，哎，我冇代志，我先走，冇哎，好了，哎呀，你讲你这两杯落去，我跟你讲，真正跌，哎，我唔捌人讲两杯啦。
普通拢一杯啦。那是你特别才两杯，你这镜头无同款嘛？吼、哦，我加强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好，我给你遐烧烧者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哎呀，是对红阿婆，你甲看卖咧。对啊。为着要红阿婆，为着要传宗接代啦，拼到安尼啦，哈、啊，讲要掠讲话，这真正是大目新娘无看走。嗯。第二句俗语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我听坐落啦。以前没刚刚我辛苦就挡的嘛，你要问问我是安怎？是官，是官，你就是变官。哦，变官才。这就是咱人身体一种一本性的反应。嘿，那变官哦，代表伊的这个内分泌啦，较无正常啦。好，我听看麦，我听看麦。好，我冇听着。哦，我就好诶。诶、欸，恁两个都看起咧正常咧，健康咧，奇怪，有啥物问题咧？应该是咧，不过。报告，报告，对对对，那你这边来看报告。哎，我知，姐姐，我知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这特高兴哦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是无困难啦。这等人啊，亲人啊，拎手来吼，就妥妥了。哦，其实你们话都讲，我这物件经过特色，好，经过这个。要叫伊含粉色。诶，这 NASA 你知无 ？NASA NASA 有这个。严重的讲，这伊这太空人咧，这个物件，吼，啊那讲有亲人的加持吼，效果就叫做紧的，嘿，好的。诶，一般人是一杯呢，我一摆甲你用双杯呢，打不入的，打不入的有些等于特动，那就等于就放起来，嘿，放起来，一对羊，你甲看麦。有滴要传统接待有咩举动？对对对，真正是吼，要哭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。哦，好嘞，拍破过嘞。你不要紧嘛。OK， 在吼。在，我跟你。这位来宾，哎，他来口龙蛋呐。哎，这座蛋你要求我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别讲了，没，我也是规定，是，哦，都在这对人啊，碰到你的嘴打呗，没了，嘴打哦，来，今晚别来，咱都要有看到这两句，这俗语，第一句叫做大白新娘看不着，第二句要哭无白晒，要哭无落来，就是讲这对人啊，为着要传统接待，这年俩讲，这年急个安尼，到底是第一句还是第二句不对？人家是大白新娘无看起就走的野手。一个哪样？安尼我嘛加手好啊！哎呦，哦，伊无对，加水加呢吼。你敢不知大白新娘无看到啥物意思？我是想讲安尼啦吼，阿英哥就是看了啥物，特别救啥物，所以就是讲无看到，就是讲就是要安尼。艺术家，你讲啥？哎，我会使换人吧，我换个第二个。已经要哭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，就应该是准两位。不能为戏票嘛哈，来讲看麦。我感觉伊即卖的心情是当当的，爱哭无落来。你不了，哎呀，你讲嘛对啦，对。大白新娘无看咧，造艺术应该就是应该就是对大白新娘，没啦解释。你是跟我讲吗？啊，你是跟我，就是唔对意思，对啦，就是就是白白嘛，小块白白的。你新娘打过来，可能环境无熟嘛，找不着。我理解啦，但是正常答案是最侪，我嘛唔知。老师请。哎，头碰过已经讲到重点吼，因为打过来人到啊，早卡里到位讲起来拢无讲足清楚啦。啊，因为第一届做新娘吼，所以紧张，啊，佮对环境无熟悉，所以变大白新娘无看见走。啊，有诶是讲吼，大白新娘有看到鼎。无看到灶，因为灶就伫鼎的下骹啊，所以有时你讲咱做着代志时阵哦，唔当惊吓啊，做代志要定睛啊，所以咱做着代志，咱来想好清，看好明，才袂目睭花花，无啊看做菜龟，目睭雾雾，把那看做莲雾，目睭处处掺泥，看做水沟，目睭处处变数，看做河堤路啊。哦，所以这种意思。另外就是讲要好无落来，要靠要。要哭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，就讲拄着一挂代志艰苦，啊，无法度偷解迄个心结，就亲像啥物 ，A 狗的第四囝有话无得讲，啊，像头阿小演出的物件，就讲伊拢为着要生囡仔吼，啊，费尽苦心，啊，受尽苦楚，
啊，搁拄着这个普隆空的先生吼，还实在足可怜，所以真正是要好无目屎，要哭无落来。哎，感谢老师的解说，很了解。来，拍拍鼓励。